选择几号？四号。四号女嘉宾，来看一下大屏幕。这个旁边的应该是她的女儿哈，嗯，长得还很像哈，嗯，很清秀，嗯。哦，柳叶弯眉，樱桃小口。我觉得在画面里看到的这个身材和咱们男嘉宾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啊，把它装下是不是？哎，我们一直没问啊，不管说咱自己这体型啥样，你希望对方是个胖乎的还是一个瘦溜的？只要有眼缘，无所谓胖瘦。那你觉得刚才这个画面里边的这位女士看怎么样？自己可刚才一直说自己是小姑娘来着。来了再看吗？来了再看呗，反正以前那个应该还不错啊。对对对。啊，这位小姑娘现在是什么样了呢？来，我们有请四号女嘉宾登场。我来自辽宁铁岭的，我叫林燕，我是一个活泼，很开朗的，有点外向的，希望大家喜欢我。自称自己是小姑娘，你刚咋一直呢那么说呢？给我们都整得不好意思了。女孩子，因为女孩子嘛，啊、女孩子嘛。啊，她年龄只有52岁，但她长得真的就像40出头一样。这位女孩子，您今天来干啥来了？嗯，我来，爱的选择来征婚来了，可以吗？行。是啊，我就是一个敢爱敢恨。能拿得起能放得下的女孩子。对。你们听出她今天嗓子哑了吗？就是一听来爱的选择，她期待已久的舞台上火了，一夜之间嗓子都哑了。原来不是这个声，我舌头都气泡了。哦，我刚才我还以为，我说怎么含着说话呢？原来是这样的是吧？我舌头和那个嗓子都气泡了，就很重视。太重视。她真的是一个小女孩子，因为她刚才她所说的嗯哼哼，你看我们现在如果要是这样做的话，我们自己都会觉得很违和的感觉。但你我看着都替你不好意思。哎呀，怎么那么不违和呢？既然能说出来能做出来就吻合呗。吻合不违和是不？吻合啊，吻合呀。那就行。我发现男嘉宾的这个伟岸的身躯啊，真的能够扛得住咱们四号女嘉宾的挥动你的小拳头，小拳拳挥起来，这个感觉真的特别美好。来，咱看看啊，生活当中我们四号女孩子是不是也是这般温柔呢？2028四号女嘉宾林燕，52岁，铁岭人，离异，乡村教师，大女儿已婚，小女儿在读，有住房。大家好，我来自铁岭市，我叫林燕，今年52岁，我从事教育工作多年，当过班主任，教过数学、语文、音乐、美术，和孩子们打交道非常的高兴，用我自己的爱心赢得了孩子们的爱。我还在村委会当过妇女主任。我是一个很要强的一个女人，积极向上的。我希望我的生活越来越美好，所以我不断的学习充实自己。我吧，也就是说的跟这个林燕俺俩吧，也算说的好姐妹哈，也就属于是闺蜜那种吧。俺俩在一起就是说得有30多年了。这人就是这种性格哈，和他这种就是多才多艺这种人哈，就是说我一般的人我不佩服，但是我挺佩服他。啊，我妹妹这个林燕啊是个女强人，她这个开旅店，那个做买卖，每天那个都是顾客都是那个满的。在朋友的鼓励下，我来到了爱的选择，希望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男士。你是我的良人吗？爱的选择，我来了。爱的选择，您来了。我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看我现在是很温柔的，其实我是一个女汉子。我种30多亩地。三十多亩。现在呀，啊，就你穿这身，你咋下地干活呢？我需要这份的收入啊，因为我的女儿念大二嘛，需要很多很多的学费和生活费吗？你是说这个是你主要的经济来源，还是补贴家用的？都在吧。30多亩地也挣好多钱呢。看家开大车店的。他虽然农村户口，但是他大专学历，其实在学历上跟我们男嘉宾跟叔叔是很匹配的。当过教师，当过15年，然后在村上还当了几年的妇女主任。所以说我才刚说嘛，我喜欢唱歌，我喜欢跳舞，这是跟我的工作
他是有联系的，专门管唱歌跳舞。这女的也不是一般人，不聊工作，就你俩匹配度那么高，现在就要你痛快话，你让不让我叔下地干活，给那弯腰实地？那就看他愿不愿意啊。不能是就是说的强烈的要求，是人家自愿。那比如男嘉宾现在给你出个招，就说这个地啊咱不种了，换一个另外一个方式，你也可以有相应的收入的话，可不可以把种地这块放下？那可以呀、有自愿种地呀、两个人在一起可以，现在地都往出包了，包出去呗。咱也话不多说了，用分数来告诉对方你对他的第一印象如何。男嘉宾给女嘉宾打个分儿。100分，谢谢。来，四号女孩子给男嘉宾打个分儿。97，97分，又进步了7分。这进步了7分，这7分挺高了啊，这就特别优秀了。来吧，二位请就坐，进入约会时间。从外形上看吧，不那么般配。反正是叫铁岭是吧？铁岭。铁岭，你那个地是种的什么？是苞米。都是苞米吗？都是苞米。你们那成片了吗？而且比如说面积自己都是，是不是自己家片的那种形式？不是，我们那都是都投很多年了。这边的3分，那5分的，是那样的啊？对，那是一晌，就是比方说几亩地、几亩地、几亩地的那种的。